少年中国强年度盛典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晚上好！欢迎各位来到少年中国强年度盛典。这一个非常精彩的夏天，七期节目下来，我们认识了非常多精彩的才智少年，也让我们对于他们所代表的明天充满了希望。那么在今天的年度盛典，他们将会带来更加升级版的表演，大家拭目以待。因为他们之前的表现已经是让人不可思议了，再升级会怎么样呢？但是我特别有信心，我的信心在于他们都是不一般的少年中国强。好，那么各位亲爱的朋友，马上开始我们少年中国强年度盛典精彩的表现。Hello everybody, my name is 谢豪， I'm 7 years old。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二胡改编版电虾演奏心在马尔。太棒了！来来来来来来，给我签个名儿。你一定是世界级的吉他大师。你站在台上，你就是主角。谢谢。我要给你的是10个赞。谢谢。今天在你身上看到了这么阳光的学习欲的时候，我实在忍不住，必须给你10个赞。哦，谢谢。一定是10个赞，送给你。谢谢。我知道，其实他最感染我的部分，还不光是他的吉他的技巧和能力，他最感染我的部分是，他对于他要学的那个东西的热情。但我相信这个孩子一定是心中的这种学习的欲望很强烈。
好棒，来掌声再次给我们的孩子们。哇，好震撼的演出、啊、好震撼啊。第一次看到我们电吉他跟这么大的一个乐队的一个合作，我们也特别谢谢我们来自这个乐队的同学们的精彩的配合，非常棒。我觉得呀、啊、就他拿着这个电吉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整个身体都充满电力的。我每次看到谢豪表演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当导演，我要拍一个关于中国的宣传片，我一定会拍更多的像你这样的充满了阳光向上的孩子，因为这个是中国的未来。让我们一起相约中国少年，同时期待少年中国强第二季。